哎呀，拉拉，我太激动了。啊？怎么了？你猜今年我们老年大学啊，布置了写诗歌，叫沟通。妈妈，我写的这篇文章在全班里成为范文了。啊，是啊。老师让我当学生的面前我朗读了，你猜怎么的？底下的人都听的啥样？傻了。啊，傻了。哎哎哎妈啊，你先看看我这身，漂亮吗？还没，我靠后面后面。后面。好极了，好看吧？好。哎妈，我今天啊要去参加一个会展活动，人特别多，我呢必须得去夺人眼球去。夺了，太夺眼球了。那就好吧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你说妈妈给你读走，真的。哎呦妈，只有你听了，我跟你说妈妈太激动了，来，啊，好，好听多啊。这标题就是沟通啊，你听，啊，我的孩子。你是我的希望，是我的未来，我的太阳。妈，停啊！听您读完，我真就迟到了。我先走吧。二十四行，我这都读了四行了。行行行行行，你读吧。妈妈紧紧的把你。妈，电话。喂，啊，你们都到了？我，哎对，我马上就到。我堵车。我来了，马上啊，来了。你看看是不是？嗯嗯嗯。妈妈把你急了。行了，你写完没有啊？快了，好像几个字了。快点。嗯。给，写完了。我玩去撸。等等等等等等。奶奶，我们作业写完了。对啊，希望有一句谚语，孩子们玩的时候连上帝都没有。我这写一首诗去。奶奶有什么事晚上再说。我这正搬着我的诗歌，你说这孩子，你说这还把上帝都搬出来，那我敢得罪上帝吗？我可。哎呀，妈。呀，儿子回来了。哎。你说闲着呢？啊，儿子，妈告诉你一件最高兴的事情。啊呀呀，啥呀？企业招聘会今天是最后一天啊，妈，我得赶紧去了。不是，我给你念一下我的诗。哎呀，没有人欣赏我呀，真的呀。这朗诵个诗吧，就一两分钟时间都没有人听。嗯，是，是，写首诗是不容易啊。当然不容易了，你知道吗？全国有多少个写诗的呀？不知道，有卖大白菜的人多吗？哎呀，这个人大白菜啊，大白菜五毛钱一斤。一首诗那多，可能还不止五毛钱吧。你这人咋这么俗呢？本人就是俗人一个。人家我们老师对我都赞扬呢。嗯，我们老师说我这诗写的相当有家庭氛围了。啊，哎，特别是第二段写的是你，写我了。哎，想不想听听？那行啊，你就读读呗。真的，你真想听啊？哎，读。诗朗诵，沟通，作者叶美欣。爷爷奶奶，坏事了，坏事了！什么坏事啊？饮水机没水了，是不是坏事啊？一会儿爷爷给烧自来水喝啊。自来水能喝吗？能喝，爷爷和奶奶喝一辈子也没怎么地。我还是喝饮料。行，爷爷喝去。别喝饮料啊！干嘛去？我打电话让他赶快送水。赶趟，我还没读呢，我就这么一，哎呀，几块一两分钟。对对对，你这还有事儿？来，没完没了，读吧，读了啊。啊！哎呦，你也没见过什么，真是的，你这抒发感情啊，这啊，我的老公，我的港湾，我的臂膀，我的双腿。我的跟我的这有完没有？这有完，就四个我的，完了啊，四个你的，你这不是写我吗？怎么老写你的呢？啊，你明白不明白你啊？真是还是，连我们老师都说我呀，
说这首诗写的相当不错，怎么一到你这这，哎，我发现我通过这写诗的问题吧，我这一朗诵需要沟通，真的。你咱们俩现在不是就在沟通吗？不是咱俩沟通啊，是吧？是跟咱们全家的孩子们需要一个沟通。你看看现在，哎，兰兰成天忙忙乎乎的啊，儿子们也是，哎呀，里出外进的，这家伙你忙活自己的工作，两个孩子们净贪玩。这怎么能成呢？哎呀，个人有个人的事儿，你看小孩嘛，他不玩干嘛？不行，真的，全家人需要的是在一起和和气气的，谈笑风生的啊，谈呐、啊、唠啊，完了之后欣赏我的诗歌朗诵啊，这才叫天伦之乐呢。得了得了，什么叫住在一起啊？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嘛，还有啥了不起的？搞个些什么呀？光咱们家的风气都是你给带出来，带太坏了。什么我带坏了？今天晚上开会，真的，召集全家啊，开会。你这个死老太婆，又抽什么风啊？我就看这个，大林姐，来来来，看你，给我看。开会了啊，然后再看，愿意看什么看什么。妈，我出去一趟啊。来来，不行，今天咱们开个会。开会？哎，我妈，我今天开一天会了，晚上您能不能饶了我呀？不能饶。好好听妈的，知道吗？你说你一大姑娘家晚上出去疯什么呀？是不是妈？说的对，啊，妈，那个我晚上有点业务，一会儿能回来吗？别丢号，是吧？晚上有什么业务？骗谁呀？我什么都明白，坐，开会，开会。傻了吧你？那个什么，你起来让我坐。哪个什么？我这我的位置。哪那么固定位置？这，你坐那。老罗呀，老罗，别收拾了，一会儿再收拾啊。好，咱们先开。哎，开会啊。你这个维持一下会场的秩序啊。哦。哎，我看。咱们到真事儿似的。严肃点，严肃。严肃，严肃。哎。咱们今天开一个会，要解决一下咱们家里的大问题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肯定是罗兰的婚姻大事问题，这话题我不说了，我得先走了。不对吧？哎，妈，那我知道了，那一定是要解决我哥的工作问题。妈，您放心，我这就给他找去啊。站住！也不是你哥的问题。都坐去。我们这个家庭，根据我的经验，这么多年了，两个字，需要沟通。明白吗？沟通。你看看我们这个家，除了吃饭睡觉、见面打个招呼之外，再没话了。我可是经常去跟您聊天的，经常跟我要钱花。你什么你呀？你说你这挣着钱呢，还找妈要钱？我这当哥哥的真得好好教育教育你。打住，打住，你也好不了多少，啊？咱就说你跟潘丽丽，你们两个复婚的问题到底怎么打算？嗯，你跟我说了多少知心的话呢？真实的情况呢？嗯，所以说，咱们这个家庭需要立一个规章制度。妈，您立多少规章制度，我举双手赞成。回头您发个短信告诉我就行了啊，我真有事啊。你站住。罗京，今天晚上你要赶出这个家门，啊，小心！来了，妈，我就站起来活动活动，我活动完毕，坐下。好，咱们继续啊。今天难得大家凑到一起，我要领着你们进行一项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好玩吗？好玩极了。咱们要时光倒
倒退。哟，五十年。妈，五十年，这五十年，妈，这倒不回去。您是不是看唐人街漫画看多了？就是，哎，我看妈这看科幻大片看多了，连什么时光隧道都出来了。哎，奶奶，您是看那个哆啦 A 梦看多了，特别搞笑。你完没完？嗯，我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。我是在说一个正题，是吧？咱们大家在一起非常难得嘛，我们要谈谈我们的思想啊，我们的工作呀，我们的生活呀，各个方面，是吧？现在还有什么困难摆在你面前，需要别人来帮助你解决，这都哎呀，有好久没见了啊。哎喂，哎哎，张经理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跟你说那个兔场的事儿，真的兔毛的价值真是太高了，人嘛，是不是？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，他要接受很多的事物，那么这很。现在最主要的问题，罗正道，哎呀，这放什么慢呀？你维持秩序啊！最主要的问题，听着，你妈讲话呢，你这。哎，水开了，我去关一下煤气啊！这个问题问着兰兰的，现在最主要的就是钱的问题。钱，啊，真的，你只要把这钱给我，你这不我能不去吗？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我骗你啊！来看呀你，啊，别看了，呀，我换个别的呀。来。喝杯水哟，还生气呢？他不就为开个会吗？哎呀，我再去喊他们行了吗？我听人家说一个人在沙漠里是非常孤独，我现在在这么一个三世同堂的儿孙绕喜的家里，比那沙漠还孤独。得，我不给你搭麦，我就知道你又犯病了。哎，你看你怎么这么说？我犯病，我犯什么病啊？可不是，不是我有什么病我犯呢？啊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嘛。我还得说。行，说，说什么呢？当然了，我还就不信了呢，还这。哟，怎么停电了？好，太好了。还好的，停电黑灯瞎火的，这这，哎呦呦！哎呀！哎，老太婆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光明啊！幸亏我留了几根蜡烛，您没扔，对了吧？你是对的。来吧，来吧，当心。你什么时候都是对的。哎，嗯。有事没事啊？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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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行行行，爷爷奶奶有亮了，快点，行了，撒手了撒手了撒手了，嗯，快点。哎呦，奶奶，哎，什么时候才来电呀？对，哎呀，看来呀，今天晚上的电一时半会儿来不了。嗯，那动画片就看不了了。看不了，看不了啊！一会儿还有好玩的。什么呀？啊！我看这路灯都没了，估计今儿这电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。是，您说我这倒霉不倒霉？我是刚打开电脑，正准备奋战一宿呢，得停电了。哎呦，这不是逼着我睡觉去喽？别睡觉啊，回来，坐下。妈。您不会还要开会吧？坐下。哎呀，我真，我先把位置占着去吧。哎呀，哎，爸爸爸，咱是不是跳闸了？没有，没跳闸。啊，你看路灯都没有了吗？有，那怎么突然停电了？我这头发才吹了一半，哎呀，怎么睡觉啊？湿乎乎的。那就别睡，先坐着。啊。哟，这干嘛？是不是在祈祷来电呢？我在祈祷，千万不要来电。啊？你们
您这用心太险恶了。难得呀，在这样的夜晚，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聊天儿。嗯，哎呀，就是让你们体验体验没有电视、没有电脑、没有游戏机、没有网络的生活。没法过，太无聊了。这就是让时光倒流。50年，救命啊！哎，好啊，你看，你别说，今天这个店停的还挺好啊，全家人坐在一起啊，团团圆圆唱歌，哎，我倒挺开心的。这回是什么时候了？也像今天晚上这样，咱们全家人一个都不少的，在一起又玩啊又乐，那什么时候？嗯，我好像记不起来了。啊？就是，咱们沟通的太少了，都记不住了。就是。哎呀，都是自己忙自己的，有上网的，有逛商店的，有买菜的。是啊，没错。哎，有些老同志退了休了，也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在外边到处乱跑。啊，你看哪有时间在一起沟通啊？哼哼，说出名字来，还把我也捎上了。我的意思得学会自我反省啊，别光说别人。得自己带头，否则那孩子还不跟着学样啊。对，哎，今天晚上这不是很好的沟通机会吗？嗯，真的，大家在一起谈谈呢，玩玩，多有意思啊。啊，我找他们去，行不行？啊，可以可以，那我找他们去啊。是，太好了，好。我就知道你溜号没什么好事，老实交代。我交代什么？我回我自己房间，你管得着吗你？行，哎，那我们都在你房间里待着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怕了你们了。那我的电脑，我刚才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。我的电脑电池还有电，真的太好了！不行，我先用。给我玩玩！哎呦，哎，不是，不玩了。行行行行行行，那咱们一块玩行吗？但是有一点，总得有人站岗放哨吧，要不然老妈知道可不好。说，你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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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甭去了，我挨呢，啊，我挨呢。哎玩，我把小时候那点歌谣都想起来了。哎呀，儿子，哎，哎，怎么，今儿又把工作给丢了？嗯，爸，您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妈说你猴急猴急参加招聘会，那我一听就明白了嘛。爸，是这样的，我是没打算告诉您，是为了怕您着急。我着什么急呀？你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哎，你放心的去参加招聘会。这家里这俩孩子有我照应啊，真的啊。爸，您这说的还让我有点感动呢。嗨，您放心啊，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成功的。真的，我对你充满着信心。哎，您对我还有信心？
多新鲜呢！老爸对儿子永远有信心。谢谢爸。奶奶，您不是说还给我们朗诵诗歌吗？对啊，我们现在想听啊。我怎么忘这个茬了呢？好吧，我现在就给你们朗诵。啊，好，爸爸快来，爷爷快点，奶奶，朗诵啊，来，叶美心，来一个，叶美心，来一个，叶美心，来一个。下面给大家朗诵一个诗歌，诗歌的名字叫《沟通》，作者叶美心。哎呦，赶快把蜡烛收好，下一回还要用呢。呀！哎，老太婆，你在干嘛？是什么事儿？你给我扶点灯。啊？干一会儿，明白了。哦，干电闸你？就干这个。来来来来来，慢点慢点。哎，不对，外面路灯还亮着呢。就是啊，静静静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，我现在向你们大家宣布一件事情。啊，从即日起，每天要拉电闸一小时，大家在一起沟通，明白吗？哎呀！一切极有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这怎么不可能呢？哎，你让我再想想。甭想啊，亲爱的，你就面对现实吧。你不要说话吧，你让我再想想吧。你想什么呀？这叫铁门栓，交枪吧。这是不可能的呀，几十年了。是啊，几十年我从来没输过你啊！几十年我从来也没赢过你啊！啊，好，老罗，这盘我认了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我就不下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我们再下一盘啊？哎，你输了你可以下，我赢了我就不下来。哎呀，输了就再下一盘嘛，那胜败乃兵家常事啊。我说老费啊，你是个聪明人。难道你还不明白刚才那盘棋的意义？那盘棋有什么意义啊？说明一个被你压制几十年的棋手今天对你的超越呀。好嘛，就算今天被你超越一次，那又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啊，再也不跟你下棋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机会再翻身了。啊，以后你就是全国冠军、世界冠军，你就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再也没机会赢我了。老罗，你这一招也忒毒了吧你。毒？嗯。你老费，你在军棋、象棋、跳棋、五子棋这几十年来，你让过我一个子儿吗？你不能这么说嘛，是不是？下棋讲究的就是公平竞争，如果我让你棋你还输我，那你不是更难看吗？我这就叫卧薪尝胆，等的就是这一天，知道吗？等着拿盆去。你等等，你拿盆干什么？金盆洗手啊。哦哦哦哦哦干嘛呢儿子？我查几个英文单词。咋的？要出国啊？啊，不不不，不出国。嗯，我一朋友啊，给我那养兔场呢介绍了一个外国投资。嗯，他们呢想要一份英文的公函，我这不是整这个呢吗？整的怎么样啊？嗨，我这英文不灵啊，我就会这么几句。
学校不好好学习，后悔了吗？嗨，那这不是……哎，你找了谁呀？你妹妹呀？哎，你找兰兰？对呀。傻小子，还是妈聪明。哎呀，罗兰，兰兰，罗兰，活儿呢。哎呀，哎，好妹妹，好妹妹，坐坐，快坐。能不能帮哥一个忙啊？什么忙呀？帮我看一下这英文公函，有什么好处啊？那行，你要帮我弄了呢，我就送你一只兔子。谁稀罕你那破兔子呀？不是你帮我一个忙，怎么了？你看他还给我讲条件，妈，你看看这个。行，帮你看，真是。哟，谢谢啊。这你写的英文啊？啊，对啊。老外看得懂吗？帮我看看。呀，哎哥。这单词什么意思啊？养兔场啊，这我标的汉语拼音，养兔场。笑什么呀？啊，不是妈，哎，我哥太有才了。养兔场这单词他不会，他标的汉语拼音养兔场。你说你这是老外谁看得懂啊？哎呀，真够呛的！哎呀，行行，别，不是你妹妹笑，哎呀，别笑了，笑笑得了，别笑了，你帮我看看，不许笑了。实在对不起，这忙我真帮不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这个里边专业术语太多了，我根本不会。你看这什么羊腿肠，还有这个卷毛鸡，我不懂，我不会。你不经常出国吗？怎么会不懂呢？我带的那个是旅游团，又不是商务团。你要说让我用英文给你介绍一下风景，这个我行。你要让我用英文给你点个菜呢，这个也没问题。你要让我用英文跟你说这个羊菊酱，我实在是不会。你待着自己玩吧，爱莫能助。不是你帮。拜拜，羊菊酱。哎呀，完了，没完。算了，我这投资算没戏了。你看你这，一到这时候就这样，找老费去啊。费伯伯啊，他行吗？哎呀，老费英语挺好的，真的。人用英语写个情书呢，真的。哎呦，太好了。哎，顺便告诉一声啊，你爸爸去钓鱼去了，门儿做饭，别吃蹭饭啊。行，知道了。费伯伯，这个门没。费伯伯，您干嘛呢？这是我在拼搏象棋。哦，我还以为您这打仗呢。那个想求您点事儿啊。说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那养兔场呢，想吸引点外资，所以就得起草一个英文公函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一家子那英文都不灵啊。所以这不请您帮个忙，帮起草一个。有事要请我帮忙啊？对呀，那好极了，真的，没问题。兄弟，什么事儿啊？就是，嗨，我刚才不说了吗？就是说想让您帮我起草一个英文公函。哎呀，这是小问题啊，是吗？想当年我在公司的时候做过多少大企划，还都是跨国的。真的，不要说英文啊，德文、法文我都会。你要不要？啊，不用，英文就行。哎呀，费伯伯太好了，你能不能轻点你？对，那个什么时候起草？等你完成我的条件之后，我自然会把公函交给你的。哎呦，爸爸呀，呵，真行哎，钓两条带鱼回来。你们家带鱼是钓的？啊，对，带鱼是海水里养的。妈说您钓鱼去了，我就随口这么一说嘛。我把这先搁这，咱们一会儿去费伯伯家下棋去啊。啊，我不跟他下棋。好，这样，那个鱼啊，一会儿我收拾成妈。跟鱼没关系。那饭我做了行吧？跟饭也没关系。不，那跟什么有关系啊？跟什么都没关系啊。我就是不给老费下棋。哎。老罗，有种放马过来！
你爸爸呢？我告诉你，他不敢来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你跟他说，时间地点由他决定，怎么样？我够大度吧？您跟我爸到底怎么了呀？什么怎么了？没有怎么。您看，您跟他下棋不一直都好好的吗？这我跟他说您找他下棋，他死活就不来。嗨，我看这老小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啊！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他是不是就不肯来啊？那也没关系，那你就找别人写你的英文公函吧。哎，费伯伯，费伯伯，啊，要不这么着，我来劝劝我爸爸，看他来不来，行吗？对嘛，哪有爸爸不疼儿子的呢？对不对？快去劝他，快去劝他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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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！哈哈，老卢，你不相信我治不了你。这电视也太无聊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看那里。据英国科学家分析，老年人经常看电视，容易得老年痴呆症。真的？他们还说了，老年人经常下棋能够避免得老年痴呆症。是吗？所以啊，咱们还是跟费伯伯下棋去吧。我还是老年痴呆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您跟费伯伯下棋怎么就那么难呢？难，很难。哎，爸爸爸。您说您一直在跟费伯伯下棋，一直不都挺好的吗？怎么这次就这为什么呀？你真的想知道？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啊，几十年了，我从来就没有赢过他。但是前天我赢他了一盘，这不挺好吗？所以我当场决定金盆洗手，不下了。不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下。您赢了。干嘛要金盆洗手啊？我就是为了让老费这一辈子在我面前就没有翻身的机会，无论到哪儿说都是最后一盘棋是罗正道赢的。合着您就为这个呀？哎呀，爸，我觉得吧，哎，您应该对自己有信心，赢了这一次还可能赢第二次呢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儿子，我赢他纯粹是靠运气，不会有了，所以我就不下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您要是不下了，那我就完了。哎呀，我跟他下棋不下棋，你怎么就完了呢？我不是要写一个养兔场的英文公函吗？啊，费伯伯答应了，只要您跟他下棋，就答应帮我写。哎呀，求他干嘛呀？这事让兰兰帮你写吗？我找兰兰了，兰兰说这太专业了，她写不了。打小我就说让你好好学英语，你就是不听。你也学好了，不是就没这事儿了吗？哎，说这也晚了，爸爸爷，您就看着您儿子见死不救吧。行，行，哎，行吧。我看我就是输给你了。等我换衣服，咱们这就去找他去。哎呦喂，哈哈，爸爸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您说是不是？早输早回来多好！是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我说，这不就对了吗？不，后边那一句。说清楚点。早输早回来吗？好嘛。你是看着我输棋，让你老爸丢人现眼，不是这意思，爸。我不去了。爸，您听我说，您就一定得闭嘴，坚决不去。嘿，爸，我出出。哎呀！是什么意思？跟费伯伯下棋，一局二十，不论输赢，您干不干？一局二十，没错。朝九晚五，加班费另算。那节假日呢？节假日，我付三倍工资。那就一局六十。这回您总该答应了吧？
我都出血本了。那我也不干。钱都没用啊。来了，罗姐，你爸爸怎么说呀？我猜也是这样。那宫寒，宫寒的事就不好意思了，因为我们事前就说清楚了。其实这个英文宫寒我早写好了，还写了两份，就放在抽屉里头。只要你爸爸来跟我下棋，我马上就拿给你。哦，要不这么着好不好？嗯，您先把宫寒借我用用。然后呢，这两天我就给我爸施加压力，您看成不成？罗姐，哎，你把我当白痴啊？这种事情还打白条了吗？不是，费伯伯，我跟您说，我真的是已经尽力了。我爸他就死活不跟您下。哎，那是你的事儿啊。哎呀，要不这么着，我陪您下好不好？嗯，外带美驹，我还让您一对车马炮，您看成不成？哎呦，让我一对车马炮，你拿什么跟我下呀？啊，我就剩一老将，天天让您将死我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根本就个臭棋篓子，跟你下棋啊，基本上是浪费时间，我才不跟你下呢。哎，我就跟您跟我下一局成不成？罗杰，不用找了，那个英文公函我这放在卧室里边的抽屉，你找不到的。我跟你说，平常呢，我跟你爸爸下棋呢，基本上就是虐待老罗了。要我再虐待小罗，我可没兴趣。爸，嗯，下棋去吧。哎，不去。爸，嗯，下盘棋去呗。不下。嗯，爸，你就下盘棋去呗。我不下棋。出去了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还没到八点呢，起来了。起什么起啊？一宿都没睡。就你这样的脑袋往枕头上一放就睡着的人，失眠了，儿子。咋的了？嗯，因为什么失眠呢？还不是因为那宫寒吗？费伯伯都写好了，就是不给我。为啥不给你？他给我提了一个条件，我没做到，所以就不给我。哎呀妈呀，死老费，你这写那么个玩意儿还提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他说了，嗯，让我爸陪他下一个月的棋。这条件，他俩天天下棋，这怎么还提这个条件？这什么屁条件呢？嗯，妈，这我爸他死活他就不肯下呀。为啥呀？有件事您可能不知道。啥事儿？我爸跟费伯伯下了几十年的棋，一盘都没赢过，败率是100%。哎呀妈，真丢人，真丢人，真的，我都替他害臊。可是吧，嗯，人老人家突然就赢了一局。嗯，完了就金盆洗手了。对呀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妈耶！哎，要不说您是我爸的老婆，我跟您说，嗯，你有什么招没有？你就跟你爸直说嘛，你说你玩一盘，我给你10块钱，你看他保准干。他保准不干。那怎么了？今儿早上我给他20，他都不去。不去？哎，你找老费去。我找老费干嘛的？哎呀，你听我跟你说嘛。啊。你看怎么样？好，我现在就拿一份英文公函给你。哎，爸，啊，我出去逛街去了啊。哎呀，那你不吃饭了？我路上买的吃，走了。
啊，早点回来。知道啦。哎呀，我给你留好吃的啊。傻丫头，你笑什么笑？我爸。笑，笑，有什么可笑的？哎呀，我说你老大不小了，你这是玩哪一出啊？你这是？我这不是玩。那你这是干什么弄的？这叫愿赌服输，输了就得贴条。你输给谁了你？费伯伯呀。看看你，我都下不过他，你找他下，那不是找贴吗？这能当我愿意啊？我还不是为了要那份公函吗？他的条件就是我输一局贴一张条，输一局贴一张条。最可气的是他一边贴还一边说，你们老罗家英语也不行，你们老罗家下棋也不行，你们老罗家什么也不行。这个死老太不像话了啊！这不是欺负孩子吗？这把条子赶快接掉，洗脸，咱们吃饭吃饭。这条子可不能接。为什么？您看这背面英文字什么呀？这是我的公函呢。公函怎么成这个样子？费伯伯把这公函撕成了16条，说了你输一局我贴给你一条。我想啊，我只要输够16局，这公函不也就能凑齐了吗？可谁曾想，当我输的第14局的时候，费伯伯死活不跟我下了。为什么呀？他说了，最后那两条必须得当着爸的面贴我脸上。欺负罗家人呢？这要不您就救救您儿子吧，您陪我去一趟，又不是您跟他下，是不是？好歹让我凑够那16条。罗总，罗总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我好不容易争点面子过来吧，你又把我这面子全给输了。谁让你是我儿子呢？走吧，找人家去吧。谢谢爸。不能去。不是你怎么了？你这种你太丢罗家人了。费伯伯怎么能这样啊？爸，啊，我给您支一招，能把我哥这公函要回来，还不输给他棋。你懂象棋？不懂。不过对付费伯伯，我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我跟您说，爸，你呀，哎，老飞，你太过分了吧！哎，老罗，你来了啊，陪我下棋啊？不给我们公函，也就不给了。嗯，你还把那个公函撕了条，你太损了吧你！你呀，别怪我，是叫你不陪我下棋啊？现在我来跟你下棋。只要赢我呢，我就把这两条给你。谢谢费伯伯。哎，谢谢吧。等等，给我儿子下是那两张，给我下就得是整张的公函。没问题，老罗，只要你陪我下棋，什么事我都答应你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来来，当头炮。哎呦，我就把马跳。哦，哎，等等，怎么样？把整张的拿出来，省得到时候你耍赖呀、啊。好，反正你陪我下棋的，我就把整张的公文给你了。来，接过来看看是不是你所要的。哎哎哎，对对对，嗯，谢谢爸，啊、谢谢费伯伯。不客气不客气，那我走了。好好，再见、啊。哎，等等，咱们一块儿走吧。对了，你等等你爸爸吧，看你爸爸输完这盘棋，你们一块儿走啊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输啊？哎呦，你下呀就知道你会不会输了呀。我不下啊。你这是为什么？我答应给你下棋，嗯，可是没答应给你下完这盘棋。哎，老罗子不带这样的，你这使账、啊哎、我该回去做饭了啊，手下败将再见。哎，老罗，你这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样呢你？那我们把这黑点去掉好了。嗯，永新，来，疙瘩汤再喝一碗。行行行，我把下辈子的你都让我喝了啊！哎，这只是水饱，没事。什么呀，你看看，你怎么不喝呢？都让我喝。我喝了吗？这孩子也不在，不喝浪费了。不喝。有人来了，哎，哦呦，请进，请进，没关系，打扰，打扰，打扰，哎，没心，哎，哦，哎，你们这大包小包到哪儿去啊？这什么呀？挪开，挪开，赶紧挪开！哎，这是我罗氏疙瘩汤啊，来来，尝尝。
就你这水准呢，也就是给我那个米奇喝还差不多，还得赶上他心情好，是吧？哎呦，给你那个什么奇喝，那不浪费了吗？还是自己喝吧。哎，拿走，拿走。怎么着？你们这大包小包的要上哪儿旅游啊？旅游啊？哎呦，我可没有那闲工夫哦。嗯，那干嘛去？反正我感觉啊，这趟可能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了。得了，小林。算我没说，算我没说。子欣呐，我们俩呀，准备要上山采集野生兰花。啊，哪个山呢？还有什么山？香山呗。香山有野生兰花吗？老罗呀，不是我说你，哎呀，这个人的品味呀，他就是天生的。你呀，就认命吧。哎呀，看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哎，老罗，老罗，你不知道，最近呢，我们夫人呢喜欢认兰花了，非要上山呐去采集那个啊野生兰花极品。那你到底上哪儿去啊？哎呀，这个啊，一般来说啊，地生兰花呀，多分布于温带和亚热带地区，而这个复生兰花呢，多生长于热带地区，所以呢，我们俩就得从这儿飞到这儿，然后呢，坐火车啊到这儿，再坐汽车到这儿，下边就得徒步了啊，徒步到这儿。哎呀，这么远呢！然后还要绕回来，全是他的主意。这没三年五年，恐怕回不来的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！不付出点代价，那怎么能采集到奇花异草啊？哎呀，我劝你还是悠着点儿，别闯到那个野生动物区，让老虎把你给踩了呢。老罗，你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你说，行了，别说了。咱们说正事儿吧，啊，说正事儿。我们呢要出远门哦，啊，这盆兰花呢，就请你们代养啊，麻烦你们。行行行，我也比较喜欢花。嗯，你看我们那里头种的不是那么多花吗？哎，我都喜欢。没心呐，哎，就你那些花啊，跟兰花它没法比。是吗？哎，老罗，赶快比。纸预备啊！我时间可是有限啊！干嘛干嘛？代养兰花，岗前培训呢？这还用培训呢？那当然。兰花是我国最古老的花卉之一，是中国十大名花之首。哎，我说花大姐，干脆你把这张纸给我们俩，我们就省得记了。哎呀，脑子。老年人要多动脑子，记记记。对对，防痴呆嘛，你看。这养孩子很难。你看美心就听明白了。防痴呆。首先啊，养兰花需要和风吹拂。哎，美心，嗯，我来你们家这么多次，我今天才发现呢。哎，你家这个客厅是一面有窗户，那面没有窗户，这个不通风啊。怎么着？还想让我们把那个墙拆了？我看这行啊。那不行，把房顶给拆了更好。那你跟那兰花啊就露宿街头了。那可不。老林，我提醒你啊，咱们还得赶飞机呢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个微风可以促使兰花的生长。所以呢就用扇子。哎，给它扇点小风儿，速度不能快，也不能慢，要掌握在一个非常合理的程度，记住了吗？哎，就是这样。要多长时间呢？嗨，有空就扇会儿。你别说话，你现在是兰花，你得抓紧时间，还得这么扇。哎，对，这样。那这样呢？这样，都要扇到的，都要扇到。行了，别扇了，别扇了，再扇我这兰花就该吃药了。看老林，你就当会儿兰花呗。行了，我提醒你抓紧时间啊。哦，好，风就是这样了啊。下边是浇水，浇水非常重要啊，一定要用量杯。精确的控制水量，不能多也不能少啊，千万记住了。比养孩子还难呢，没那么麻烦啊，死不了就行。老林呐，
干嘛咬耳朵呀？有话说。哎，我这不是替你嘱咐他呢吗？我告诉你，要再没完啊，咱们这飞机票就该退了。啊，对，好，完了完了。再有就是啊，这个这是一些世界名曲，要按时给这个正在孕育花苞的兰花进行胎教。还胎教啊？我们家三个孩子都没胎教过，给他还胎教？哎呦，怪不得了。什么意思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是说这个兰花吧，哎呀，它三分栽，可是七分养啊。哎呀，美心呐，我可是把我这命根子都托付给你了，他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那我可就惨了。放心，啊，大姐，真的，你放在我这儿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好不？这么瘆得很。哎呀，兰花啊，我的宝贝呀，先放在燕妈妈家住几天吧，啊，这就是燕妈妈，看见了吗？哎，过几天妈妈就回来了，好不好？乖宝宝，兰花他妈，哎，快误机了。啊，对，我们得走了，赶快走吧，扇子啊，走了，拜拜，走了，再见，走，慢点，来电话及时。放了，怎么还跟这个孩子往个点儿啊看呢？这花能随便这么看吗？得拉开这个距离嘛。妈，这不就一盆植物吗？我看您怎么跟供祖宗一样供着呀？这叫你花大妈一说呀，这盆花啊比祖宗还祖宗。拉开距离啊！我就看看怎么金贵吧。什么金贵不金贵的？你看这，哎，换着我说，哎，买回来了，好烫，买了什么书？哎，我先看，我看。哎妈，这个就是花大妈搁咱家那盆兰花啊。目前就是我家的重点保护对象，哎，重点别可什么？你看你们怎么什么毛病？你看蔚蓝小史如何防治病虫害一百问？呵，这够专业的吧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那这都是你妈说受人之托，那搞得跟真的呀！哎呀，妈，我看你这线上叫线炸得眼儿，来不及。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！你看花美丽那样，就像瞧不起我。你能会养花吗？我心讲话了，我学。咋了？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你是个小飞虫啊！呀，你看这还真有飞虫，看快，你看，妈啊，花大妈送来的时候有虫子吗？我没注意，我光我跟他唠嗑了。哎呀，那我不行，不这个不有这个一百万吗？查一查，快点查一下。不用查，你杀虫剂一喷就灵。呀，你可别，能行吗？养花都是这样喷药的，没事儿。哎呀妈呀，啊，你这不行，走快，哎。这个虫马上就杀光了，没了。蔫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从这个小飞虫的尸体来看，这敌杀死的威力还很大啊。那当然了，要怎么叫敌杀死呢？这个兰花啊，它抗药性太差了，你看看一喷就成这样了。啥呀？我当时我就说不让你喷，你非喷个不可。这喷敌杀死没错，就说明它这个兰花。太柔弱了呗，这还能不能有救啊？那啊，根据我的经验，够呛。这够呛，你想办法吧，不然花美丽回来，我跟你说呀，还不得吃了我呀？还，哎呦，我这心脏，你看这一到这，别急嘛，心率都过速了，还能不急吗？还是，我想办法去，这个，你别着急啊！哎呀，别着急。哎，喂，谁呀？啊，花大姐，您在哪儿呢？哎，啊，在外面玩的好吧？旅游啊？哎呀，外面世界是不是很精彩？哈哈，是比咱们好多了。咱们这有什么玩头的？没地方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在外边多待几天嘛？啊，这咋的？明天就回来啊？明
啊，直接来啊，好，共好啊，共好，呀，完了，真的，一切都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洒了，洒了，一切都洒了。哎呀，妈，完了，真的。什么完了呀？花大姐明天就回来了，怎么整啊？你说呀？哟，那彻底是完了。哎，妈妈，明天就到这儿了，先到咱们家来，嗯嗯，来取他那花来。哎呦，你说咋办呢？咋办呢？这兰花不是被爸给杀出去给灭了吗？您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哎，要不这么着，把我爸跟那杀虫剂五花大绑送给花大妈怎么样？你是不是人话？我看把你五花大绑，把我也行啊，只要花大妈愿意，我无所谓。我回来了。哎，爸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看。这什么呀？爸，这什么呀？呀，买的兰花啊。啊？这不会是您从小区拔的草吧？哎，胡说啊！花市上刚买的。你就把这一盆兰花，嗯，顶人花大姐那盆兰花送给她呀？呀，现在别看小点儿，等他们回来那就长大了。啊，罗呀，哎，他明天就回来。明天就回来？哎哎，哟。那这么着，我现在赶快到花市上再买一盆和他那个一模一样的啊！老罗呀，嗯，我刚才我看了一本书里头啊，就有那个花大姐她家的那个兰花的那个图。嗯，这种花啊，价钱不菲，而且我跟你说，这个品种还很难买呢。这不就是一盆兰花吗？它能值多少钱？我听说有的一盆兰花能抵一套房子呢。一套房子啊，得，干脆让花大姐把我杀了吧，我没房子。哎，你真的下来学本。怎么下？你给我点钱是吧？我去给再买一个最好的，我送给她，然后我实话实说，我承认错误。多少钱？那贵多少钱？那你得思想上有个准备吧。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你说呢？大姐肯定喜欢我买的这个兰花，你想想，你花多少银子买的，她能不喜欢吗？一分钱一分货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个天一个地，知不知道？哎，谢了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来。哎呀，累死了，回来了，累了吧？主要是放心不下我那宝贝兰花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我那兰花，别动。他，这盆兰花是谁的？我的。哎呀。缘分呢，老罗，来，这归我了啊！这怎么说归你就归你，这明抢啊！花大姐，我买还不行吗？我买，你开个价好不好？你开价。得坐着。大姐啊，大姐，这我想跟你说件事，大姐。怎么的？就是你那个放到我们家那个兰花啊，叫我们一不加小心给弄坏了，是吧？我给你买的这盆极品兰花，哎，打住，这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刚才说您放的那盆花啊，让我们给弄坏了。后半句，买的这盆极品兰花，美心，你管这叫极品兰花啊？你上当了？怎么了？现在用科技草冒充野生兰花的，那是大有人在呀！哎，你看看这一盆吧。哎呦，这才是戏出名门。浑然天成的极品兰花，你们听说过毒草吗？毒草？嗯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这你们就不懂了。啊，你看，这盆兰花吧，还是一株幼苗，那么现在看起来呢，是有些难看哈。不过它极有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品种，那么它以后要是开花呢，和其他一般的那些兰花那是。大不相同啊！你说它就像那个石头，赌石头，打开里边是无价的美玉那种。哎，差不多。哎呀，我看你想发财想疯了。什么话？真是老罗，大姐别跟他说，跟我说。对，跟你说，我告诉你，这就叫绿色股票。人们用它挣钱呀！哦呦，赚大钱呢！绿色股票。嘿，老罗，想好了没有？痛痛快快的，赶紧快开个价！你真想要它？真想要。那真想要它，这样吧，
你就把美心买这盆兰花的钱拿出来，那这个就归你了。真的？哎呀，真的。哎呀，老罗，你看你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一下就光辉起来了。好，就这样了，成交。我一会儿给你送钱来啊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。嗯，爸。哎哎哎，在这儿呢。哎呦，爸，你还没做饭呢？做了，这少几根葱。哎，我妈呢？出去了？在里屋呢。哎，爸，你是不是又跟我妈吵架了？没有啊。那她干嘛在里屋不出来啊？不是，我估计呀，她是为那盆兰花在生气呢。就是那盆被您用杀虫剂灭了的那盆啊？不是，是我在花市上买的那盆，不是特便宜吗？谁知道花大妈一看，哎，她说这是罕见的稀有品种，哎，她就抱走了。啊，真的？你信这事儿？嗯，我不信。真是。嗯嗯，你爸要给你讲那个英雄事迹呢。哎啊，什么英雄事迹啊？老伴儿啊，我说你看你买兰花的钱咱们也赚回来了，是吧？一分钱不少，而且我都存上银行了，这多好啊。这啊，你那叫丢了西瓜捡芝麻。你知现在毒草吗？毒草。哎，就好比是买彩票。嗯，你要赌上了，那就中了头彩，啊，中头彩！哎，你看我像中头彩的命吗？我像。聊什么呢？还没那么热闹。聊毒草。哎、毒草？嗯。哎，我刚看了一篇报道，哪儿呢？哪儿？我看看。啊，这。据报道，张老伯是一位兰花迷，尤其喜欢毒草。去年他淘来一盆兰花，今日被证明是很稀有的品种，据市场估价100多万。咋样？咋样？哎呀，你爸把那兰花送给那花美丽了，白送给人家的。不不，你说这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问谁呀？哎，老太婆，不吃饭了？不吃了，我赌气，我去买几本书啊，学习学习。哎，老伴儿，老伴儿，快，你喜欢看的电视开始了。你看我干嘛呢？你这别打扰我，是不是？干嘛去？那么学习呢吗？补习知识。这补什么知识啊？兰花的知识没看到你，你拿这本学习学习。我明天早晨我就去参加毒草大军去。什么？你去毒草去？对。我问你，你真想靠这个发财啊？我不是靠的发财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，不是吗？你给我准备点宵夜啊！我今天晚上过的夜战。哦，行，你想吃点什么？说。当然是清淡的了。我给你蒸碗鸡蛋羹。鸡？啊，不行。啊，那你吃什么？麻辣香锅。麻辣香锅。哎，够淡的啊。你才淡呢。是吧？好。哎呀呀呀，麻辣香锅。哎，开饭了！哦，开饭喽，开饭喽！哎，我来盛饭。哎，爸，我妈不回来吃饭呢。你妈已经到另外一个境界，顾不着吃饭了。啊？那也得吃饭呀，干嘛不吃饭呢？哟，妈，回来了。哎，妈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哎呦，妈，你这怎么了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说你们要是看笑话，以后再不跟你们说话了。哎妈，真是，我们哪敢笑话您呢？就是，哎，我们根本就不敢笑话您。爸，您敢笑话妈吗？哎呀，不敢，谁敢笑话你？就是，谁都不敢。真是，妈，没人敢笑话。来。那我们就说了啊，好，说吧，说吧，咱们先放下。我这是吃，我剩着还能吃啊。来，放下。老伴儿啊，哎，我把
华美丽给我的那个钱呢，我今天去赌兰花去了，一盆也没赌着，都花了。啊！你们俩要错了，那钱都花光了。一分钱都不剩，没挣，我错了。哎呀，没剩就没剩了，咱不哭，不哭，不哭啊！妈，不哭了。哎哎，妈妈妈，来人了，别哭了，来人了，我就咱们都哭，别哭了啊！妈，先不哭啊，管我呢，哭什么？哎妈，林伯来了，林伯来了，哎呦，老林，林伯伯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来了？我看您的笑话，我们家的那个笑话闹大了。嗯，怎么了？就把这花搬回家呀，美丽她天天围着她转，哎，结果呀，患上了那个严重的神经性过敏症，那脑袋肿的呀。就跟那狮子头似的，我想啊，这痊愈以后，他绝对不会再养这种极品兰花了。这花啊，还是你们养着合适。再见，拜拜。神经性过敏症。哎，给我玩会儿吧，该我了，该我玩了。呀，你就是个菜鸟，连裤子都没有呢，你玩什么玩儿啊？不是，你老爸的电脑，我什么时候能混条裤子啊？这是我的电脑啊，有本事你用自己的去。你知道我没有，你这不欺负人吗？咦，我就是欺负你了，怎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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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博兰，咱俩可说好了啊。这个月宽带费是我出的，你就让我玩电脑。我把我压箱底的钱我都拿出来，你干嘛不让我玩啊？呀，甭废话，就你那个级别，上去是让人给秒了。好妹妹，你让我玩会儿行吗？哎呦，不行，我这正组织队打副本呢，一个星期才刷一回呢。哎呦，你别碰！不是，罗兰，你这不欺人太甚吗？啊，你想想，刚开始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是不是我带着你玩？我又给你装备，我又给你钱啊！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就不认你这哥了，是不是？那是以前。我告诉你，罗景，要是你现在敢跟我抢电脑，我就让盟里的兄弟见着你就秒，让你上去也玩不了。你这不欺人太甚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玩。我不管，你不能抢！哎呀，给你，我就不玩，动我电脑，起来！世界大战了？不是世界大战，是魔兽大战。爸，您来正好，您评评理。这本来该我玩了，他不让我玩，那不欺负人吗？爸，我没欺负他，是你级别太低了，上去是让人给秒了。爸，那你不让我玩，你让我怎么练啊？你看几点了，还吵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啊？就是，罗景，你太不像话了，看把爸气着了吧？什么我气的？你不吵，我能气吗？我哪吵了？我在我自己房间，我愿意。你出去。行，那你把电脑给我就出去。你休想！那我不管，那我就拿。你不，你别动！行了，我的，有完没完呀？想气死我啊？就是，都是罗景，讨厌，把爸气着了吧？真是，爸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！你回去好好睡觉，我保证不出声，真的不出声，爸。那罗景，哎，这么晚了，你回去。我知道，到你屋。听见没？不吵了，不吵了，爸，您放心，真不吵了。做个好梦。我不许再吵了。不吵，嗯，爸，再见。晚安，拜拜。哎呦，罗教，你别动我的电脑，我不管你说。是，别吵了吧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啊啊！告诉你，咬死我，我也不让。啊！你，哎呀，咋着？气死我了，没辙了我。啊，说你别生气，你看。嗯，你说这个，你的一儿一女啊，一模一手，现在屋里翻天了。不是你的儿女啊，罗景罗兰，现在为了玩游戏机，啊，你看那个抢的那个劲儿啊，知道的还知道是亲兄妹，不知道的以为是杀母仇人呢。杀父仇人吧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再这样下去，是快把我给杀了。老罗，咱得管。真的管，该说就说。刚才我去过一次，要没现在咱们俩一块儿去。走，真一块儿进去。这孩子不是 MT 加血，往左，往左，
再写呀、啊。谁呀、啊？我呀，咋的？你妈？嗯，我们俩没出声。什么叫没出声？现在要听你妈说，不许插话。站起来！我问你，最近你俩都干些啥？就干这个了，成心沉寝在这里啊？嗯，挺大的男人，你干啥了？最近连工作都不找，就满足现状的，挺好的呗，啃老族。是吧？觉得啃的挺好吧？干嘛要说那个？不说你说谁呀？还是这个？怎么的？一下班之后啊，把门哐下一下就关上了，然后你爸请你吃饭都不吃，还得你爸给你送过来呀、啊？给我送过来呗？怎么的？该你的，我们这些老的都该你们的。你有功劳呗，还是有苦劳啊？干什么呀你呀、啊！你们两个欺负我们呐！我告诉你，有你妈在，小心点儿，想欺负你爸没门儿。妈，我这没有。什么叫没有啊？还犟嘴呢，罗景啊！不找个正儿八经的工作，想一辈子给你擦玻璃啊？不是，擦玻璃，人家农民工不也擦玻璃？你举这个例子不恰当。哎呀，我不是在教训他吗？你教训举别的例子，你举这么个……那我举啥例子？你看那些犯罪的，你看什么的？哎呀，犯罪啊，讨饭的用在他们身上不合适。妈妈妈妈，哎哎，要不然你们俩出去商量商量，等商量好了进来教育我们哈。又玩上了，站起来。嗯，罗景，你说说，你最近就干了些什么？说，我现在62了，要不是他占着电脑，我都70了。咋的？平辈儿啊，平辈儿是不是？那这么说，我们教育你不对呗？哎呦，你老是不是？我们应该是好好伺候着。妈妈，我没伺候好吧？你老不是啊？您误会了，我说的不是年龄，我说的是游戏是级别，70是满级。对妈，等你到了70级之后啊，你就可以组队打副本，然后那副本那一死了，你就好掉了好多极品装备。对对，有了极品装备，到时候就可以瞬间秒，想秒谁秒谁。又秒上了？秒啥呀？秒啥呀？秒什么意思？秒就是秒杀呀！对啊，就是一秒钟就能杀死敌人。哎妈，我告诉你，就我现在这个级别，秒我哥就是分分钟的事。对，什么分分钟的事？要不你站着电脑，我也能瞬间秒你。哎呦，你行了吧？就你现在，我告诉你，我能让你永远在复活区待着。你活了我就秒，活了我就秒，活了就秒，我是秒秒秒秒死。太黑了，太黑了，太黑了吧？我可是你亲哥。没用，我告诉你，在这里边，就算我亲爹来了，我也照秒不。对，亲爹我就在这儿，你想秒我？嗯，太不像话了！你看看，胆子太大了你！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不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哎呦！爸，爸，让我爸你干嘛？站住！我告诉你，从现在起不许你们再玩电脑了，要把它没收了。嗯，老太婆，走，咱们走。走！我爸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瞄你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瞄你，把我错了，把电脑还给我吧。爹，还笑，都怪你！活该，活该，活该！要不玩，谁都甭玩。哎，秒人了，秒人了！我让你笑，我不！哎呦，我的电脑，电脑！啦啦啦啦，唰哒哩哩哩哩。哎，老大夫，干嘛去啊？唱歌去啊？跳舞去。跳舞去？那带我去呗。我有伴儿。不跟你跳，那给我介绍个伴儿不就得了吗？你净踩人家的脚，我都替你丢人。你干嘛去？我在家没事干呗。看看书。这太费脑啊。那就看看报。嗯，字儿太小，那就看看电视。节目不好，那就算算账。算好了，那就定个菜谱，好啊。一个礼拜的菜谱我就定好了，那就睡觉。这太无聊了吗？哎，我给你个艰巨光荣的任务啊。哎，什么？你说。你把咱这两个孩子，罗景、罗兰给我看住。别让他们动电脑。他
他们电脑早就让我这扣着呢，想玩才玩不了。好，好样。哎呀，睡觉。定定。哎呀，不玩了。太没意思！哎，你不再玩会儿？哎呦，跟你玩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我输了，我都没说什么。你玩会儿，不玩。妈妈跳舞去了啊！哦，哎，你跟我玩会儿不行吗？你这不得？你爸睡觉呢，你们小点声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再玩一会儿吧。哎呦，别别！干嘛呀？等会儿。妈，跳舞去了。是啊，怎么了？爸在屋里睡觉。对。电脑也在屋里。你是说？偷出来啊！咦，太聪明了，去吧。我去。为什么呀？那为什么让我去啊？那行，蔡丁可，谁输了谁去。来吧。行，谁怕谁呀？来。丁丁可，我赢了，该你去了。那不行不行，三局两胜。不在这儿，你刚才没说，你就说一句。不，三局两胜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别闹别闹。来。蔡丁可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行行，去就去。哎，小点声啊！站住！你个好小子啊！我个臭丫头，当着我的眼皮底下就偷电脑，你明明是蔑视我的存在，挑战我的权威。哎爸，你最疼我了，你就给我玩一会儿呗。半会儿也不行，放下来。这电脑都是我的，那是我掏钱买的。哎爸，要不然咱俩一块玩吧。有什么好玩的？瞎耽误功夫。嗯，爸，你没玩过怎么知道不好玩呢？啊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你玩玩看看，肯定一玩就上瘾。不可能，你们玩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我不感兴趣。爸，那不是鬼，是魔兽。哎呦，可刺激了！再刺激我也不玩。爸，要不这样，我先给您装一个模拟人生，您先玩着。什么人生？模拟人生。哎，这么说吧啊啊，爸，您对您的人生满意吗？这还将就啊？嘿嘿，将就就是不满意啊，那就得换个活法。换个活法，那除非先把你妈给换了。行啊，嗯，爸，别说是换我妈了，你就想换工作、换房子、换儿子，你想把您的孙子换了都成。你胡说八道嘛，这是？你给我拿过来，拿过来，你给我出去。出去！老头太累。站住！说我什么？我说您活得太累。几个意思啊？爸妈，您看您，为了照顾咱们这个家，一天好几趟的去买菜、买肉、买鸡蛋，那么辛苦，那么操劳，我们简直是太心痛了。现在知道心疼你爸了吧？爸。不是心疼，是心痛啊！心痛。嗯，你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自己亲自的跑腿去买菜，你简直是太辛苦，土太落伍。那我要不去买菜，那菜能跑到咱们厨房？你们吃什么？爸，菜能自己跑到咱们厨房，而且还是全市最便宜的。胡说八道！你别逗你爸玩了啊！真没逗您玩儿啊，他就能。对，我看着了。哦，往下，哎，再，好。给谁打电话呢？啊，我回来了。啊，给兰兰打电话。兰兰，咋的？兰兰没在家啊？她在屋里呢。在屋里，你说打什么电话呀？一喊着不就行了吗？这不是方便懒得跑了吗？对。哎，我说不让孩子玩怎么的？你这还玩上了？玩没完了？没有，我在网上买肉呢。兰兰，我想买这块肉，哎，怎么
这，哦哦，点这个就行了。行，知道。那有什么问题我再请教你啊。来，再见。哎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这买肉这在这上买啊？哎，电脑上别说买肉，你过日子需要的东西，这上面通通都能买。哎呀，得了，我就是不，哎，我就说给我买脚气药，你给我买一个，我看看。啊，好好。吹不起。兰，哎，脚气药怎么买？你甭问我给谁买，现在我就要买脚气药。老费，你在哪儿？我怎么找不着啊？你等，哎，兰兰，你来跟你费伯伯说，你看看。喂，费伯伯，啊，你在哪儿？老顽啊，在这儿，这儿，爸爸，这个老顽童，老顽童是。这老顽童就是他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费伯伯找到了啊。哦，好，那现在找到了，那咱们开始。好，来。哎，您说您玩这个也玩不明白，要不然你帮我和会儿面，然后让我玩一会儿呗。怎么说话呢？爸一直伺候你们，让你和一次面，让爸玩玩电脑放松一下还不行啊？行。哎，爸，您说您干嘛不去费伯伯家玩啊？非得这电脑上玩啊？哎，那可不一样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我也会玩电脑了。行。嗯。哎，那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？干完了啊，那就给我捏捏肩。啊？嗯。哎呀，这快点吧。哎。哦。老罗，给我挠挠脊背呗。你是真的假的呀？啊？这还有什么假的呀？真刺呢，快给我挠挠，快点！哎呀，够不着。你太不正经了吧，老粉、啊！谁呀、啊？我让你给我挠一个，我怎么？哎，人呢？好好好！哎呦，这么高兴啊！啥事儿啊？说，继续说。干啥？说啥？捣个啥鬼话呢？哎，跟谁呀、啊？这么高兴啊？啊？谁呀、啊？这干啥呢？啊？那老费，哎。老费人家刚给他介绍个女朋友，是个老姑娘，马上就要到他家来，那他在给你打电话呢。那也啥呀、哎？哦，电话来了，你看看，看看来，你来看看老费那个样，还说对人家没感觉呢。哎呀，这家高兴的，哎呀我天哪，这灿烂呢，哎呀，就像那小八狗掉进粪堆里了。这装的，在人家哎，老费呀、啊。哎，别笑了啊！要带上这个，带上这个给他说，他能听着。哎，老费，哎，别笑的把牙啊，假牙掉出来。哎呀，老罗呀，别玩那电脑了，好不好？走啊，跟我去跳舞去呗。跳舞我怕踩那脚。跟我跳，啊，我不怕踩脚。嗯，不去。要不唱唱歌？五音不全。要找老费去下象棋去，去。哎呀，要去、啊、你去吧，这个我还在买菜呢。你在这多累呀，你说，哎。我跟你说啊，玩可是玩，约法三章啊。说，你只许我告诉你看老费，第二，我告诉你不许看他人，特别是第三，不许看女人。只要是人，我都不看，我就看鸡蛋、肉、萝卜、白菜，行了吗？这个便宜。哎呦，哎，兰兰，哎。兰兰，罗景儿，快出来，帮爸忙。哎，干嘛呀？干嘛？爸，哎，你终于肯把电脑还给我了。哎呀，什么呀？我决定上家家超市买土鸡蛋，3.5元一斤。你不是说把爸拉下水就同意咱们玩魔兽吗？
我怎么知道这趟水这么深呢？爸就为了省那几毛钱，非得把咱全市的网上超市都逛一遍。你们嘀咕什么呢？快来帮我弄弄呗！来来来来，家家超市，啊，土鸡蛋，这个，那我买了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怎么变成3.7了？一会儿就这，那咱们不在这儿买。咱们上家福超市，它3.6一斤。哎呀，爸，这不就是差一毛钱吗？您至于吗？一毛钱也是钱啊！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一个月就能省3呀！嗨，不就3块钱吗？你挣3给我看看。我挣不来，挣不来就一边待着去。哎，来，家福超市。哎，兰兰，给妈妈把 QQ 社打开。我要聊天。哎呀，老太婆，我正在买土鸡蛋呢。哎呀呀，那来，爸，你什么时候把妈也拉下水来？哎呦，人多玩的这开心嘛。你们开心，就是不让我们开心。哎，老太婆，你去唱歌呗，晚上。不去了。那跳跳舞活动活动啊！你别打岔行不行？我正主持一个召开一个网络会议呢，来了快点啊！你给我发言。好，赵老太太代表我们社区去表演，我坚决反对。你再打3个惊叹号，再打5个带愤怒的脸。老费在等着我下棋呢。你去上他家棋下去呗，你磨叽啥呀你？哎呀，妈，妈。有人在顶那个赵老太太呢。哎呀，你看人家都在网上等着呢，规定现在时间要碰头。你打88。真是还有人顶他，谁呀？不怕拍板砖呢？把他给我踢出去。踢了。88是什么？是消毒液？不是不是不是消毒液。88是不是吧的意思？不是啊。哎呦，你怎么还打人呢？你懂什么呀？我现在是班组，是领导，想踢谁就踢谁。我还班组呢，来来来来，我来看，我怕棋友来了呢。来来，哎呦，你别跟捣乱行不行？你捣什么乱呢你？哎呦，别捣乱！别！呀，完了！这开会死机了，死机了，死机了！是，你这个菜鸟，给我抢什么呀？我是菜鸟，你当你是大虾呀？你也就是个青蛙吧？你是啊，我是青蛙，那你就是恐龙。哎呀，来，帮打开这。哎呦，崩溃呀！哎，这照片怎么发呀？人家那边还等着呢。醒醒，这怎么能睡了呢？来，快点，帮忙把照片发出去，人那边等着呢。啊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对，让他往前，往前，慢点。哎，对，这样好。这一上午了，没动地儿，一直玩呢。3个多小时了，这俩就没挪过窝。哎呦，爸妈，你们不能一直这样玩，得歇会儿，这样眼睛哪受得了啊？你回来了，对，适可而止吧，差不多别玩了啊。对，哎呦妈，歇会儿再玩，最后这几个，哎呀，好，赢了，哎呦，你看看时间长了，起来了，妈，哎妈，妈你怎么了？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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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叫救护车？